一下 ，Nancy、Tracy、Anna、Rebecca 已经被我从快乐五仙女的名单里除名了。哎，不是呀，我们不是说好一起玩的吗？怎么就除名了？哼，你知道他们三个有多过分吗？啊，他们三个居然谈恋爱了。我们这个年纪谈恋爱不是很正常的吗 ？Oh my God， 英英，你这个思想很危险啊！你要记住，我们是谁？我们是仙女，仙女是不能恋爱的，一旦恋爱就坠入凡间，满身的酸臭味，就不配和我一起玩。好的，英英啊，现在我们五个就剩下我们俩了，你可千万不能犯错哦。这个人嘛，这个总是要犯错的，是吧？提醒我了，我现在必须要想一个毒誓啊，就是我们两个要是谁先恋爱呢，就怎么死。让我想想，死不至于吧，是不是？死不够惨呐、啊。静静啊，你把眼睛闭起来。干什么啊？你把眼睛闭起来吗？好棒好棒。你肯定有什么阴谋。我这个今天不是过节吗？什么节？重阳节。哎呦你说我现在有这个包，我要怎么搭配好呢？巧了，我给你配好了。那你还在等什么？来了来了，我的小祖宗，赶紧吧，穿起来。我的天哪，这衣服太适合你了，绝了绝了绝了。哇，进来，我去照镜子。依依啊，啊，我有点不懂，那你没配上这个包呀？我告诉你，配上这个都是要搭配的。哇哦，我更不懂了，你这就是巴黎的走秀款。刘胜英，别和我提巴黎。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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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点定点画圈圈。我谈恋爱了，晶晶，你失去我了啊！你别碰我，英英啊，告辞。啊，不要走呀你！你干嘛把包也拿走啊？就是我男朋友要来了，你男朋友来跟我。啊，我懂了，你怕我的美貌抢走你的男朋友，所以把我打扮成这样。混毒，静静，有些事情真的不能乱讲的，好不好？我跟你认识十几年了，你有过美貌吗？我对不起，我刚冲动了。你真的是一点都拎不清，我为什么让你穿成这个样子？当然是假扮我妈了。我妈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我以前的男朋友来一个还一个，来一个还一个，我再下去就要跟你一样变成老姑娘了。你养我，拿包办事，你现在包已经捧着了，你事情办不办？你就说吧。我办。哎，你别生气啊。那是的。你让我坐下来，因为这个事情太突然了。拎不清。我怎么突然要办？我给你耍金来，我啊，我办你妈，我怎么好看？这个怎么解？这个，哎呦，你快点呀！静静，就是这个状态。等会我男朋友一来，你就这样子，只要保持住就可以了，好吧？
我不行，我怎么年轻时尚，我做不到。你可以的。哎呦，我真不行。你看看包，你想一想啊。甩包也没有用呀，怎么买？哎呦。来啦，阿姨好。里边请。走。妈，广场舞跳多了。来呀来呀，坐呀坐呀。好，我去倒茶啊。莹莹，你妈终于肯见我了，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她会不会同意啊？那当然了，你那么优秀。你优秀？没你优秀。你最优秀。你更优秀呀。你超优秀。我不许你这么说，你最优秀了。好黑哟。哎，你真把这里当自己家了是吧？哎，没人说话散会好吗？阿姨，我太紧张了，我忘自我介绍了。我叫单冠朝，您叫我小单就可以了。叫什么不重要啊，我问你，你跟英英在一起之后，她有没有跟你提过她最好的朋友金靖？啊？金靖是谁啊？最好的朋友，忘却了啊。妈，我们谈恋爱提金靖干嘛？哦，有道理。哎呦，这个发际线没有很靠后啊，不容易不容易。哎，哇，肌肉含量也很高，嗲嗲嗲，哎，弹进弹出，厉害的呀！小夏，你真的很好，刘星配不上你，你走吧。啊，莹莹。我妈说的对。你说奇不奇怪，有些人啊就是配不上，草率了。单身女人的能量好大呀。阿姨草率了。凡事都要了解一下的嘛。小善同志啊，在什么单位工作呢？阿姨，我是个创业青年，白手起家。哦哟，创业嘛阿姨懂的呀，又苦又没得钱，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能熬出头。现在成功了，有两家公司已经快上市了。几家？两家。干嘛啦？上市了。我不答应。刘声音好啊，你凭什么你可以找到这么好的啊？你有钱了，做阔太太了，你休想。我不答应。妈，别哭别哭别哭，冷静一下。你想想啊，我要是有钱了，会不会买更多的包送给我的好朋友呢？我很喜欢你耶。哇，哦，创业青年就是不一样哎。阿姨刚刚一考验你，你就经受住了。阿姨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听你这个口音不像本地人哦。阿姨我其实啊，阿姨无所谓的呀，阿姨嘛很open的呀，最主要是她爸就这么一个独养女儿嫁到外地去，哦哟，舍不得的。小三，今天就到这里了，好吧，再见。哎，阿姨，您说错了，我是本地人，我只不过从小啊在巴黎长大，我本地还有房子呢，以后我跟英英在一起，我们肯定会很幸福的。巴黎，我的 dream。英英啊，哎，你路倒很粗的啊！你以后跟他结婚，你嫁到巴黎去了，我一个人在国内，我什么时尚资讯我都不晓得，我孤独终老啊！我哎，阿姨，您多虑了，我跟英英就算出国也会带上您的呀。你带上我没有用的呀，你要带上金靖呀！妈，别过分了。我们去带金靖干嘛？她会有自己的男朋友的呀。金靖她找不到男朋友呀。哎，那你怎么知道？
道晶晶找不到男朋友的呢。你很搞笑的，晶晶找不找得到男朋友，我不舍得了呀。晶晶到底是谁呀？晶晶呢？是一个美丽、善良、大方的女孩，大家都叫她人间四月天。阿姨，听您这么说，我还挺想认识认识她。哟，要命了，要命了，要命了！你认识晶晶干什么？莺莺，你现在一看就是还没有搞清楚状况。阿姨一进屋就左一个晶晶，右一个晶晶，这个晶晶肯定是个关键型人物，把她搞定，没准咱俩事就成了。你听我说啊，晶晶呢，她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来，阿姨。干嘛？只要您答应我跟莺莺的事儿，不管晶晶是谁，我都带上她。我答应了。阿姨，那既然您答应了，我就冒昧一下啊，我们俩的事能不能再往前推一步？马上去巴黎了是吧？不是，我知道国内啊是有规矩的，要准备彩礼，我都准备好了，就在门口，我让他送进来，都给您的，不是，给晶晶。哎呦，你很懂的。那我叫他进来啊。下去啊，下。小江，直接给阿姨。阿姨。谢谢啊。啊，阿姨。阿姨，不好意思，冒犯了，不好意思。小善真是不错啊，找了个司机，又精壮又机灵。哎呦，阿姨，您说错了。这是我兄弟。不好意思啊，我认错了。没关系，阿姨，阿姨蛮年轻的、哦。那当然了。江月、哦，你看我马上就要成家了，你也别单着了啊。哎呦，什么？我问一下，你单身啊？啊，这边请。我刚刚还讲你聪明，刚刚还讲你聪明，你有这个情况你不跟我讲的？啊？阿姨，我这怎么了？刘思言啊，你懂吗？啊？懂啊，我懂了。小善、啊、我妈都同意了，我们看电影去吧。不是刚看过吗？再看一遍又无所谓的了、哦、对吧？那好吧、啊、要不约上金静吧。不用了不用了，她现在很繁忙的。那阿姨啊，那没什么事我也先走了。不是的，阿姨你要干什么？你这个小伙子啊，你一口一个阿姨，一口一个阿姨，你叫谁？阿姨呀、啊！你是？哈，我是莺莺的单身姐妹，我叫晶晶，可是大家都叫我。人间四月天。哦，我明白了，原来你们两个合起伙来在骗小善呢。哎，我说你啊，好了，你别说了。我知道，我不抽烟，不喝酒，不纹身，但我是个撒谎的坏女孩。行了，你走吧。不是，我说你。演得太好了吧、啊、真的、啊、哎，你刚才这老太太怎么演的，我完全没看出来、啊、说来就来了呀。哎，你这么好玩的女孩怎么会单身呢？我就是太好玩了呀。那你去参加那个欢乐喜剧人呀。哦，你也看这个节目啊？我一直看的。不行不行，这个节目到后面都要哭的、啊、你看我这个脸我又哭不出来的了。哭出来吗？不好看了呀。哦，那个，嗯、啊，那你一直单着，身边人催不催啊？催，我跟你讲哦，催死了，还叫我什么什么大龄什么剩女啊！你不要听这些字眼，我告诉你啊，我们所有单身的女孩，都是仙女，都是人间四月天。那小仙女，啊、嗯，
可不可以给我你的微信啊？好啊。以后不要叫我小仙女了啊，因为我已经准备好下凡了。今天是你走的第3752天，想你。同时，今天也是女儿出嫁3天回门的日子，真的来了来了。等一下，来了。哎呀呀，来来来，快点进来，快点进来。妈，哎呀呦，你又买个新包了，真的是老是买包，捐一点钱。哎呦，大命。哎呀，买这么多东西，你看看，这是都说了都是一家人了呀，不要这么客气，干什么？阿姨，我给你拿进去吧。老头子，你带我走吧啊！女儿女婿结婚3天了，女婿还在叫我阿姨。阿姨这两个字就像一记冰冷的耳光打在我的脸上的。妈，我错了。我没有经验，妈，我是第一次结婚，你原谅我吧，我第一次结婚。对哦，哎呦，大明快起来！哎呀哎呀，你看看我们大明，多懂道理呀、啊！懂什么道理啊？沈琦啊，你干什么？你凶他干什么？你看把他吓的，不是他，你这个脾气不知道像谁。你坐回去，不要踩他哦，不要吓哦，看要把他吓的。不是。阿妈刚刚是不是有一点点失态了？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吧？因为他爸爸走得早，我呢就有一点荷尔蒙失调，是吧？你是不是不喜欢妈妈了？没有没有，妈妈很可爱的。那嘴巴真是甜。哎呦，你舅舅哦，前两天从龙泉山上带一个茶叶，好香好香。妈妈现在去拿给你啊。辛苦妈妈，辛苦妈妈。怎么回事？进门前跟你说的，一进门全忘了是吧？不是。就算是我说错了，可是你妈这个……你妈也会生气，好吧？来了来了来了！哎呦，天哪，妈，好香啊，妈，好茶呀，妈，妈，啊、妈哎呦，你看这嘴巴真是甜的不行不行的，来啊！谢谢妈啊，谢谢妈啊，嗯，好喝。老头子，你还在犹豫什么啊？我一个活生生的人，我站在他面前，他喝茶，他自己先喝。这个茶就像一只火辣的耳光，还打在我的脸上。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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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喝，我给你吹吹。哎，哎呦呦呦呦，哎呦，快起来，快起来，真是懂事情啊！哎呀，跪下来给妈妈敬茶，妈妈懂的，这个叫我干杯，你随意。怎么回事？说了我妈先喝，说人家。你干什么你？不是他，一个小姑娘，你动手动脚，你看把她吓得汗都出来了。没有他，你关掉，回去。不怕啊、哦！真的，我们家瑶瑶最近不知道脾气古怪的很哦，不知道像谁。你看哦，瑶瑶不像妈妈，温柔可人。你呀、啊，真的是没有赶上好时候。你看看这个汗啊，汗如雨下。沈七瑶，你能不能动起来？不是妈，她本来就是真龙头。什么真龙头？俗话说得好，丈母娘看女婿，一看一欢喜。女婿看丈母娘，欢喜不欢喜啊？欢喜。哎呦，你看欢喜的都要哭出来了。沈七瑶啊，真的是妈妈上辈子不知道做了多少好事情，福气全部落在你头上了。嫁给大命这么好的男人，是不是？知道了。你现在你结婚，你首要任务是什么？你告诉妈妈啊，是吧？妈，不是，不是啊，妈妈在说重要的事情，你自便好吧？你的首要任务就是怀孕呀，是不是？不是，你结完婚你就妈，不是，你就像自己家里好吧？妈妈很重要的啊，你要赶紧。你刚结婚生什么？什么？你刚结婚，你这个东西要两年时间，哎，你这个节奏要给我搞起来，知道吧？没有，你不是。李大明啊，妈妈，你不要叫我妈，你有没有一点点尊重过我啊？你上厕所，你这么大的事情，你连
爸，你别来了啊！不用麻烦你啊，你回去吧啊！爸，你来吧，我解决不了了，爸，你来吧！别来了，别来了！你来吧！别来了！你来吧！干什么？两个人一会儿来一会儿不来，爸爸上面下面来回跑，不要休息了啊！搞死了，生气啊！你不要再给我作天作地了啊！跟你讲就是你，又说，当然就是你了，你坐回去。妈妈，你快点起来哦，不怕不怕哦。瑶瑶最近真的是妈妈都管不住她了，坐下来啊。大明呀，妈妈，大明呀，嗯，你上完厕所你拉链都不拉，你有没有把我这个妈妈？爸，你带我走吧，我连拉链都拉不好，我没有资格做任何人的女婿，你来带我走。你怎么回来了？哎呀，擦小车呢。啊，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哎呀，我特意请假的。今天不是你老年大学报期中考试分数的日子吗？啊、我跟你说呀，我在老年大学表现可好了，我一表现好啊，老师就高兴，就奖励我老红花。那你这期中考试分数怎么样啊？你是不是饿了？我给你弄饭去啊。发挥不太好，怎么回事啊？最后几道题超纲了。你给我坐下。你能不能总别从别的事情上找原因，从你自己身上找原因，你知道吗？你看你回来从来不复习功课，不是擦这个小车，就是给你张阿姨打电话。不打，这套餐就浪费了。现在还有理了是吧？你说你这学习，你是为了你学还是为了我学呀？你要是拿不到学位，我出门怎么跟邻居打招呼啊？这，好好好，我错了。你这什么态度啊？爸，人生的路那么长，最关键的就是你这最后几步。你说你还有几步？不是，我也是希望你多走几步，是不是？上次开子女会的时候，你们新贵老师就说了。哎呀，说了，老年大学的第一年呢，最关键，一定要好好把握。就是呀，你现在让我怎么跟新贵老师交代啊？哎，行，我错了，好不好？我发誓以后一定好好学习，不辜负女儿对我的培养，啊！哎呀，你看看，差点就忘了。爸，你吃什么呢？哎，头些日子呀，有一个小伙子上门推销给我的保健品。爸，这些东西都是骗人的，你不能瞎吃。哎呀，你不要胡说啊！朋友圈转这个东西都转疯了。你知道那些科研人员研发它有多不容易吗？啊，男人看了会沉默，女人看了会流泪，看得我都哭了呀。你也要转啊，不转不是中国人。爸，你知道我现在最后悔的是什么吗？我最后悔的就是我被你生下来。我错了。不是，我没错。就是我到底错没错，我罚站去吧。今天给我好好反省，要不然我就把你这小车给扔了。我别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啊，新卫老师。哎，你好，这里是惬意叔叔同学的家吗？是。我是来做家访的。老师里边请。新老师叔叔。新老师，你怎么来了？我是来做家访的。那我回避一下。哎，别。爸，你回避一下吧，我和新卫老师还有正事要办。哎，不是，我今天来呀，是有特别严肃的事情要说的。新卫老师，你说吧，我爸一定会答应的。啊，是这样。这个子女啊，供父母上个老年大学都不容易，对不对？哎呀，切叔叔，您上周在课堂上又给张阿姨传小纸条了吧？爸，你怎么回事啊？你上课传小纸条，你影响我们新卫老师上课了是不是？没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你看，新卫老师都说了没那么严重。哎，不对呀，我传小纸条，新老师你怎么知道的？不是你这我，我没法不知道啊。
主要是因为张大姨眼神不好，我得把字儿写大点儿。谢叔叔啊，今天我来真的是很认真的要说一下这个事情啊。您在课堂上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这就是不好，简直就是很差。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是传小纸条是不是啊？你看人家董叔叔哪一次不是见到一个喜欢的老太太的嗷的一下他就上了？不是，我也嗷了，我就是没敢往前上。爸，秦老师你看看我爸，你说啊，我妈走得早，我一个人被我爸拉扯大，我特别不容易，你知道吗？不容易。你看他现在读书也读不好，恋爱也谈不好，你说我怎么办？哎呀闺女，他不是我，他是你张大姨。张大姨，看来这个张大姨是个人物啊。他家里儿女什么情况？家里几套房？老头子死了多久了？遗嘱立了没有？不是这些事儿，是你张大姨他，哎，他老头还在呢。爸，我们不能当小三啊。不是，你二位啊，可能误会了，想多了。我今天来啊。是张阿姨托我给您带了个话哦，说啊，她跟您亲近就是想跟您做一对好舞伴儿。没想，不是，她合着就把我爸当做广场舞上位的工具了。爸，你别哭，咱以后不跟她跳了。我还是想跟你张大姨跳。谢叔叔，您也别着急，其实张阿姨今天跟我一块儿来的啊，要不然您二老沟通一下。哦，这太突然了。老七，哎，来了。今天我把老史叫过来了，就是让你来澄清一下，澄清一下这两个什么关系？啊，这就要确定关系了？确定什么关系？就是澄清一下，这两个就是单纯的广场舞舞伴关系。我，哎，嗨。其实你们都想多了，我主要是看他不容易，你，哎，我想帮帮你，毕竟他老头蒋毅在床上瘫了这么多年了。我跟你说吧，蒋毅确实瘫了很多年。为什么呀？为什么我说这么痛苦的事情，而你们在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此刻特别像安家蒋老头，还是回去看看他。太累了，这段黄昏恋。那我就先回去了啊。金卫老师，关于我爸爸他女儿的一些情况，我还想再跟您反映一下。啊，这不太方便，我还是先回去了啊。不要催我了好不好？我到上海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清洁工怎么了？清洁工也是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的。你最后给我3天时间。好。怎么回事儿啊？会议室是给你打电话的吗？不好意思。出去。先走了。去。Amanda， 你实在是太厉害了，整个模特圈被你清点过的都红了。所以说 sense 和 taste 这种东西不是人人都有的。是，来，你看一下，我这次为你们的新产品啊选了好多好多的当红炸子鸡。这是什么？这当红什么鸡？Linda， 我吃素，你不知道吗？我不想再看这些了。I don't want 那你要的到底是什么呢 ，Amanda？ Linda， 我不知道跟你说了多少次，你能不能给我记下来？我要的是什么？好，我最后说一遍。好，我要的是原始、自然、生命力。林总，慢慢走，玻璃脏了，我来擦玻璃。擦吧，快点，快点。Thank you.
你擦完了，拿走。丁达他是谁？他为什么把衣服盖在我的脸上？这就是我们辛勤的清洁工很差。你看你刚刚，我怎么了？你好失态。我们刚刚说到哪里了？说到哪里了？说到哦，新款，对，新款是。Amanda， 如果你不喜欢这些当红的话，我这里还有两个。这个吗？是我们最近新出来的《今夜百乐门》的两个男演员，蒋毅、张海宇。虽然长得丑了一点，但是很有魅力。Linda，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今夜百乐》的门能看的只有金靖和刘声音，我不要这些。为什么就是不懂呢？Amanda，我这，你再给我记下来，我要的是什么好吗？好，我要的是原始的雄性，原始的张力，原始的野性，就这么简单。好，你一定要给我。先拿半桶，没水了，我给你灌水。换吧。Linda， 你头上你戴的这是什么啊？这 Amanda， 你头上帮我拿下来。这个米妮好可爱，是我的。那我们刚刚就是，不行，我要喝口水，我也要喝。是的，如果你不喜欢国内的话，我只能去法国给你找了。法国 ，Linda， Come on， 你不要用这种国外的东西来糊弄我好不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为什么没有人懂我？我要的是什么？我好寂寞，好冷。Amanda， 你再说最后一次，我这次肯定可以。我就简单的跟你说一下好吗？你给我记清楚了。我这次记清楚。我要的是触手可及，又深不可测。远在天边，又近在眼前。林总啊，慢总，刚才看您二位喝水，水洒地上了，我帮您擦一下。擦了。这地上东西还要吗？不要了。小姐您好，今天正好赶上我们开业酬宾，您的摩卡可以由 B 杯升到 C 杯哦。谢谢。这是您的号码牌，您拿好。谢谢。你怎么那么开心啊？我觉得我要谈恋爱了。你怎么突然就要谈恋爱了？我跟你说，你不要看啊。我身后那个小哥不要看，我不看，我看到了，他免费给我们升级成大杯的，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追求啊，好浪漫。
你看我现在怎么样，美吗？美吗？美吗？非常美哦！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要保持自己的冷静，千万不要让他看出来有任何不对。他来了。你好，这是您点的大杯摩卡。您的口水。谢谢。纸巾。谢谢。你有几张纸巾？一张啊。我有两张。好猛烈的攻势啊！我近几年都没有看过这么要的男人了。我就知道上天让我单身28年，肯定有他的原因的。我觉得我们现在一定要保持自己的冷静的步调，好吧？对的，我们一定要缓下来，一定要缓下来。冷静，冷静。非常重要，千万急不得，不能急的，不能急的。下周五吧，是个好日子。下周五我定了要去泰国。太突然了！来来来，连扔垃圾都扔得那么帅，简直就是故意在你面前表现他自己。我就喜欢这种居家的性感男人。都来了。你别动，我给你们两个人拍一张婚纱照。58块。好的。哦，对了，因为你们的消费够多，所以我免费给你们升级成 VIP， 可以全市通用哦。好，这是您的会员卡，请拿。好，谢谢。哎，这是你们的会员卡，谢谢拿。你看到了吗？我看到了。他已经在为我们的家庭考虑了，还在省钱呢，太感人了。这件事情呢，我决定呢，还是先不能告诉任何人的。是我们谁都不能说，能好吧？谁都不要告诉。不能说。告诉妈妈！妈妈，告诉妈妈！妈妈，我要结婚了，你准备一下。我，作为陪你经历这一切的人，如果我最后知道伴娘是 Angela 的话，那你就太卑鄙了。你放心，伴娘跟捧花肯定是你的，你也会和我一样得到幸福的。天哪，我一定会在你的婚礼上哭出来的。不不不，我们会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是你先结婚，然后就去生孩子，对吧？一步一步都不能断了，不能断。你说我现在怀孕的话，会生一个怎么样的星座呢？你管他什么星座，你要做妈妈了。我要做妈妈了。亲爱的，好了没有啊？哎，来了来了来了。知道，放心吧，我已经把班调过来了。今天晚上要见你爸爸，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放心吧，亲爱的。哎呀，没事儿，别担心，反正都已经这样了，我爸是一定会同意的。嗯，我知道了。你看，我妈说了，现在全校区都知道了，他们还要给我办 party。我要怎么跟他们交代啊？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你好脚好了，你怪我，你要怪都怪他，都是他主动勾引你的，你看不出来吗？Sorry， 不好意思。
等那么久，到现在居然迟到，真的是。你说我们三姐妹从小一道在弄堂里面长大的，对吧？说好什么事情都一起做，她自己一个人去了香港，我那个时候就是很担心她的。不过这样子也好，你说我们两个那么优秀，她在这里压力很大很大的，是不是？的确是有这个困扰了。哎，不过我跟你说，英英，我最近压力也好大。怎么了？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女孩子到了某一个年龄阶段，她减肥就瘦不下来了。真的，哎，你有也有这种感觉吧？哎，我跑步、节食，什么方法我都用尽了，都瘦不下来，是不是？我最近一不小心瘦了10斤。不是，你怎么瘦下来的？你怎么瘦下来的？我用了一个百乐门减肥法，我就瘦了10斤。你看呀，哦呦，我的天哪，瘦的呀！别吸呀，你吸一吸，我也有了呀。谁吸谁没有啊？没有吸，你摸，我不要摸。你不高兴啦？我没有，我没有不高兴。你瘦了，我好开心啊！这什么意思呢？不是，我最主要我是什么？我是担心琪琪。对，我们三个人本来都是胖胖的，对吧？琪琪她突然知道你瘦了，她一定只是气急败坏。是他还是你呀、啊？不是，我说琪琪。我想告诉你们这个的，少来。但是有一个副作用，我不要。我那个例假都不来了。我天哪，我的莹莹！哎呦，我妆都想完了。莹莹，你说你搞了半天，你大姨妈不来，你不是白搞？我觉得我前面真的是为你开心，我现在为你有一些难过。我觉得啊，来来来，不用多说了，好姐妹来唱歌，来来来。你是我的姐妹，你是我的妹妹。Oh yeah！ 好了，不要唱了，等一下姨妈又不来了。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大姨妈搞得我妈神神叨叨。好了。怎么了？他看我对吧？不来，大姨妈以为我怀孕了。哎，怎么可能怀孕？我连男朋友都没有。而且我们三个说的，一定要一起谈恋爱，一起结婚，一起生 baby 的。你，我想和你说一件事情。你不会是谈恋爱了。超市里面，整个超市只剩下最后一瓶水，然后我们俩同时拿，他说你来你来，我说我来我来，然后好了好了好了，就像偶像剧一样，你偶像剧你要长得帅又有钱是吧？英英，你的每一句话都戳中了我的每一个打点，我跟你说，你看我加了他微信，发现我他好有钱，而且他好帅，你看呀，还好吧？真的很帅，还好。我觉得你有点过分了，你有没有觉得？等一下，爱宝宝，是我在唱歌，你静静，差不多可以了是吧？你刚刚一进来到现在一直在说我有男朋友，你没有；我男朋友很帅，你没有；我男朋友很有钱，你没有，差不多就可以了。我刚刚有说这么多话吗？有啊，你当局者迷，你不知道是吧？不是你是不是不开心了？我怎么会不开心呢？对吧？我那么优秀。琪琪，对吧？是琪琪，琪琪受不了这种假戏吧？我们说好三个人一起谈恋爱的，你说不谈就谈恋爱了，那怎么办？不是，琪琪在香港也有很多男朋友的。他说了那些绯闻。不是，你听我说，我谈恋爱，我也有很多烦心的事情，我可能没有注意到。不听，就是真的，我男朋友他前女友半夜老给他打电话，我都烦死了，我都顾不上这些事情。哎呀，我的宝宝呀，你怎么变成小三了？啊，不是，不用说，我知道，这种感情我知道是发自内心的。不说，不说，不说，我们来唱歌啊！不是小三，不是我这。你被孤单压得叫不出来，我第一时间走出狂欢。宝宝没关系，这是爱情，我懂的。我要去唱了。你说这个琪琪怎么还不来？真的是，是吧？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晚了。琪琪，我的天哪！好久不见，你怎么回事啊？姐妹出来玩，你都不化妆来的？啊，有啊，有化。你太轻了，你这个妆。对呀、啊。你看过明星开演唱会吗？那个亮蓝色的蓝影，你给我用起来；卡诗兰黛大眼妆，你给我用起来，好吗？对呀、啊。可是见你们而已。黑青淡一点点，不行，你要像我这样漂亮。琪琪，你有没有觉得有一些人有一些变化？哎，你是不是瘦了？我瘦了。
我跟你说，他瘦了几斤，他例假都不来了。没关系，没关系，现在不来，迟早会来，对不对？对啊。哎呦，琪琪啊，你看有些人啊，谈的恋爱这个手机哦、啊，就跟502搭在手上了一样的，你看甩都甩。谁呀、啊？谁谈恋爱呀、啊？我。怎么那么兴奋、啊？走。但是，她的男朋友跟前女友搞7年才。没关系。任何一个前女友都是讨厌的。哦。我们挺你。好。你真好冷，哎，你刚刚怎么那么久？哦，我刚刚碰到那个、我们弄堂里面以前的小胖，哦，江玉、哦，对，可是他现在不胖了，真的、啊，他瘦了一点点，哦、有一点点。嗨，三姐妹，江玉，你好，你好，好久不见，琪琪，你告诉我，你怎么保养的？天哪，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这么年轻啊，和小的时候一样清纯可爱，真的是越看越好看了。还好吧，我也谢什么？有什么好谢？他场面话。没有，真的。哎，我跟你讲，你刚才在走廊里，我还看的不是特别清楚。现在你和他们两个坐在一起，特别明显，真的太好看了，真的。对。你也不能不好意思，他随便讲讲的，这个人有点虚伪。是的呀。不是随便的，都是真心的。哦，对，我们来加个微信。啊，好啊。哎，小的时候不是没有手机嘛，来。我扫你啊！加一个。不用了吧？我找到琪琪就找到。我们三姐妹不是都在一起的吗？通过了。哇，你头像真好看啊！我们回头慢慢聊。好，微信联系。好，拜拜，琪琪。琪琪，拜拜啊，琪琪。拜拜。邓琪琪，你是不是有点轻浮啊？人家一加你微信，你就在这一夸你就啊，对，我看不下去了，我都。是的呀，人家加你就加，怎么可以吃这样子啊？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觉得秋玉她现在就是一个微商的感觉？她见人就加，对，她脸上写着两个字要钱，真的。老邻居而已。不是啊，邓琪琪，你现在是什么意思？你觉得我们两个在嫉妒你吗？好，这个姐妹做到这个份上，我觉得很没有意思。回家。啊！不是，我现在把她删了。删了。不是。这两个帅帅的头像是谁的？这个是不是你香港的男朋友？通通删掉，删掉，删掉！你删之前，你先发给我，好吧？对，啊，好啊，哎，这就对了嘛。满意了吧？我的微信现在只有你们两个。是啊，我们都是为你好，对不对？都是好姐妹。谁叫我们是弄堂三姐妹呢？来，唱歌，唱歌，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刘老师，哎，你好，你好，我是客服中心的实习生，我叫王新元，今天第一天上班，请老师多多指教。非常好啊，我们最近客服中心啊，好缺好缺人。可是老师，我想当的是空姐。要做好一个空姐啊，首先就要做好地勤，尤其是我们客服服务中心，你知道吧？你的第一关就是安慰那些被航班延误耽误的不耐烦的乘客，你有信心吗？嗯，有。好，那老师就来试一下。现在呢，老师就是一个，哎呀，被航班延误的，哎呦，不行的乘客，你来安慰一下老师，好不好啊？好。那我来了啊。那哪里做事情啊？啊！这就开始了是吗？哎，说来就来了。这位乘客，你不要叫我乘客，我谢谢你一家门了啊！我连飞机都没有坐上，我没有资格做你的乘客。这位先生是这样，你看啊，你完全就被乘客给带走了。你要坚持称呼他是乘客，听到没有？啊，不准叫我乘客。这位乘客先生，您要相信你的飞机一定可以飞上天的，坚信。非常好啊，一点就透，特别有悟性。
但是飞行啊是一件很飘渺的事情，这个时间根本就说不好。但是不要怕，你看我们有那个，就是传说中的延误礼品柜，你快速的浏览一下，好吧？到时候呢，你就根据乘客不同的啊等待时间、怒气值和他的个人特征来随机应变，好吧？好，那我又来了啊！嗯，找你们领导，过来！啊，这位乘客，你稍勿躁，你稍勿躁。这是我们的烧鸭双拼饭，非常好，吃人的嘴软。烧鸭饭你就帮我打发了啊！你看他的语气是不是明显软下来了？现在假装他哎，虎啦虎啦的吃完了啊！我都吃了两盒了啊，还不嘴？你过来，以后能发一盒尽量不要发两盒，我们经费有限，好吧？哦，好。你这烧鸭饭也不咋的啊！拿去拿去。乘客你别太紧张啊。乘客，你吃饱了，肯定困了吧？这是我们的薰衣草眼罩，非常好啊！啊，蒙蔽他的双眼。现在假装他一觉哎一虚一虚睡醒了啊！我都睡了三个小时了啊，还不闭啊？你是不是玩我？这位乘客，哎，你别哭呀，你别哭，你别哭，水分都要流失了。水分流失，来泡个脚吧。非常好啊，麻痹他的全身。我女儿都40岁了啊，结个婚，你说我要不要回去？要要。你看，你真心对别人好，别人也会对你掏心窝子，是不是？啊。哎，但是飞行这个事情真的是很难说的，等几个小时还好，等一个晚上。我来了啊！好，你给我过来。乘客叫你过来，你就要过来。你给我过来！你们这个飞机到底是飞不飞啊？你怎么打人啊，老师？你说啊。他等了整整一个晚上，气不气？气。要不要撒？要。我打的就是你呀！老师，那我怎么办？哎，不要怕，来。你是老师本人吗？现在？老师当然是老师了，你来。这个时候呀，你就要给他们看这个。你看啊，这是一家四口，哎，坐在飞机上，开开心心的，哦，几十条大蟒蛇出来把他们都给吞了。老师，这什么呀？这就是当时轰动全美的恐怖片《死亡航班》。老师，我心脏不好，我看不了这个。那换一个，换一个啊。这是祖孙三代，哎，坐在飞机上，开开心心的，砰的一下，几十条僵尸出来把他们都给喷了。我说这又是什么呀？这是死亡航班2。为了增强这个惨烈的效果啊，老师还真人配音了一些尖叫。此举的目的就是彻底让乘客对飞行这件事情失去欲望。还想不想做空姐了呀？我说我不做空姐了，我在地上好好待着。太好了，很有用心啊。那老师就来和你演示一下死亡航班3吧。你是金姐的朋友，
你好，我叫狄志杰，初次见面，请多指教。你好，我是金靖。想不到我们第一次见面你就选了一个这么漂亮的结心花园。哦，不是的，我在我们两个人家中间画了一条线，这个花园的圆心正好位于连线的中垂线上面，所以我们到这的距离都一样，谁都不吃亏，就是这样。特别的女孩子，一上来就这样碾压我的智商，我好像爱上她了。狄先生，你怎么啦？这么对我嘘寒问暖，一定是因为她也爱上我了。狄先生，啊？你在干嘛？不好意思，我好像有点出神，我想到了一些小说的情节。哦，对，听金大姐说了，你是写小说的，那你是写历史小说、武侠小说还是科幻小说？我写的是言情小说。我带了一些我的作品要送给你，亲亲我的野蛮王妃，郎君你别跑，还有我最喜欢的霸道总裁的小娇妻，面页都用我的签名，送给你。谢谢，有空的话我会看的。当着我的面丢掉我的书，好有个性啊！狄先生，是这样的，如果你没什么事的话，我就想回家了，我还有好多功课要做。功课？你还在念书吗？对呀。哦，想不到第一次相亲就碰见了清纯的女大学生。哦，不是的，我在念博士。女博士？怎么啊？你不相信啊？幸好我时刻准备着。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美国斯坦福大学生物学硕士，英国牛津大学物理学博士。不信的话，你可以一验真伪。不好意思，我相信。好难沟通的女博士啊，不过这样更激起了我想要征服的。狄先生，嗯，就是狄先生，嗯，你在想什么呀？哦，我想帮你暖暖手。哦，不用了，我自己搓搓就好。天气这么冷，还是让我来帮你吧。嗯，还会害羞呢，真可爱。暖手是热量的传递，搓手就是热量的产生，哪个热效率更高，你不明白吗？明白，这么简单的东西我怎么可能不明白。不如我们来玩一个游戏吧。什么游戏啊？让我们背靠着背，闭上眼睛，绕着这个长椅转一圈，如果我们还能遇见彼此，就代表上天注定了我们这段缘分。狄先生，要开始喽。哦，你在哪里呢？我已经绕了半圈了，你有开始绕吗？我没想到在这里遇见你，好巧。巧什么？从一个点出发，绕圆一周，必然会回到这个原点。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吗？明白，我当然明白。卖花喽，卖花喽！哎，哥哥，你给姐姐买一枝花吧。不用了。要，当然要。郎情妾意成双对，选朵玫瑰最实惠。一枝50。嗯，好啊。小妹妹，你也太过分了吧。花是植物的繁殖器官，为了经济利益贩卖别人的繁殖器官，你是否太残忍了？50还好吧。没关系。我觉得很过分，我不喜欢这个花。啊，怪不得嫁不出去，老太婆阿姨。哼，刘顺英，你先找到男朋友再说吧。
不要为了小朋友的三言两语影响了你的心情。李先生，我知道虽然你不是那种第一眼美女，但请相信我，一定会有人欣赏你的美。不是，狄先生，这路灯，路灯下面有你跟我。不是，这路灯有你跟我很美。这路灯要断啦！啊！果然是学霸，你一定是目测就发现了我的身高跟体重，然后再经过精密的计算。是的，他写了，维修中。哦。糟糕，我的手好像断了。怎么了？我看看。哦，没事，只是脱臼了，我帮你接回去。啊，好了，你随便活动看看吧，应该没有问题了。可能要大一点的活动才知道有没有接回去。可以呀，你活动吧。打扮，为了这个吻挨多少巴掌我都愿意。你知道人的口腔有多糟吗？啊，一次接吻你一交换八千多个口腔失禁。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我要还给你。